把枪放下，起来，Game over。起来，别动，兄。你让我起来的啊？对啊。 放军优待俘虏，中国，怎么办？你不说优待俘虏的吗？你看他们的手，能进红细胞选拔的，哪个都不是善茬子，都是出了名的快枪手。稍微给他们点机会，倒霉的就是我们。记住一句和氏名言：对待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 拿走他们的武器跟弹药，还有水和干粮。好，给我们留一点。死人用得着吗？可我们是活死人，留一口吧。 这里是进入厂区的必经之路，也是良好的狙击地点。我们等到上午10点，如果没人，就转移到西南的沼泽地；如果有人又在这里周旋，这里方向朝西，10点以前是曙光，天亮以后，对面见不到我们的反光，而我们就可以看到对面光学仪器的反光。我的妈呀！跟着你可真学了不少东西。说实话，别人我倒不太担心，我们都彼此太了解对方了。 他现在在哪儿呢？问题就是我还没想到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等他。那你说，他知道咱们在这儿吗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他很快就会想到。我故意在这里布置狙击阵地，我相信他会来找我。那这么说，这里是死地了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们不在这里等他。 施工里面的范围，我们根本找不到他。你先休息，3个小时我叫你。那你呢？咱轮流休息啊。我不能休息，王彦明不来我就不能休息。不是，7比2啊，我们还有7个人要对付呢。在我眼里，真正的威胁只有一个，王彦明。 太想念了，以前是没有机会，这次是等了1年的机会。1年呀，365天，我勒个亲娘嘞！现在情况是这样的。 除了我们飞机上的4个人，还有另外一个小组的3个人，7比2。哎，可疑的地方都去过了，现在去哪儿啊？看来我们真的要去我觉得最不可能去的地方。哪儿啊 ？A911地区的报废水泥厂。为什么说是最不可能的地方？因为这是最好的狙击阵地，地势高，利于隐蔽，建筑物多，周围到处都是狙击阵地，而且。 能够控制方圆几公里以内的区域。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早就想到了。我的第一直觉告诉我，他肯定不会去。为什么？他知道我能想到，所以他不会去。难道他就不怕我把所有的狙击小组全部聚集在一起，去包围围歼他吗？如果我们的狙击小组都在，15个人交叉掩护，就算他能狙掉几个，我们剩下所有的人。 也完全可以围歼他们俩。
拜托，我们现在可不是15个，就剩下我们7个人了。哎呦，我这个脑子，是我的直觉害了。现在很麻烦啊。如果他们真的在那个报废水泥厂里，那么多狙击阵地，咱们7个人别说围歼了，就算是对狙，咱们都不占光。他们在暗处，咱们在明处。何振光又是个神枪手，这个李二流也不赖，咱们一露头，估计就被狙了。现在怎么办啊？激将啊？不行，他会把直升机打下来的。怎么可能？就他那5.8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，能把我的直升机给打下来？他肯定会有办法的。我怎么就那么不相信呢？你的直升机能有坦克应吗？瞎搞，那是个铁壳子，上面还有反应装甲呢。对呀、啊，他就用5.8毫米的狙击步枪打掉了坦克。不相信？我以前也不相信，后来我就信了，因为我亲眼看见。一定是先打车甲和驾驶员，然后再干掉潜望镜。没有了潜望镜的坦克，就是睁眼瞎，等于报废，对不对？他就用狙击步枪打掉了一个坦克连，当时我跟他在一起。我之前在资料上看过这样的狙击战术，没想到你和何之光都实践上了。哎，所以我想，他肯定有办法对付直升机。对，这我可得小心点。这要是让他拿狙击枪把我给打下来，我可没脸回废物房了。但是我们总得去侦查侦查呀。飞行员。啊！我相信你肯定有办法。VB 地面炮火，小意思。上航校大一我就把这本课本直接给消化掉了。哟，都有经验了，走嘞！小狗。再飞一次，他肯定就在里面。我再开慢点，逗他开枪。他不会上当的。试试看吧。没事儿，他想打也没那么容易的。坐好了啊。子弹飞得快。哎呀，虽然不是好莱坞大片儿，咱们自己的子弹那也得飞一会儿啊。
我可差点就这样没玩过吧？再来！又瞎搞了！暴露了，转移阵地，宋凯飞是个特级飞行员，他不是队长说的，转移下一个狙击阵地，走。都不能再瞎搞了，我都要吐了。亏你还长四个眼睛，没看见他们刚才向我们射击呢吗？他在打油箱。不过飞行员，你果然跑得比子弹快。我是谁？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：第一，我们发射火箭弹，把下面整个厂区夷为平地；第二，我们进去找他们。怎么选？你肯定是选公平这儿了。那当然了，轻轻松松完成任务，回家睡觉了。我同意。军工，军工，对不起，俺以为能打下来的。下次要听我的口令行不行？这里到处都是狙击阵地，不碍事。那你说，他们会进来吗？肯定会，因为我们不会出去。在外面一旦被发现，我们是死路一条。在厂区里，我们还能据险防守。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巷战是最好的战斗方式。没有隐蔽，我们就制造隐蔽。走，俺听你的。那里是你的狙击阵地。咋要分开啊？我会在右侧和你形成交叉狙击视野，整个厂区都在狙击范围之内。他们想要进来，必须从我们的枪口下经过。不是，俺有点紧张。没事的，牛哥。记住，你是头狼。听我的电台口令行事，明白吗？走。你怎么想的？我们可能还是要进去。不会吧，明明可以直接把他们干掉的嘛！我只要手上轻轻一按一个键，无数火箭弹就把他们变成烤全猪了。进去进去干什么？找死啊！那两个哪个射击水平都不低。啊，王彦斌，你是不是打算跟何晨光单独较量一场？我肯定想跟他单独较量，但是如果要想完成任务的话，咱们就必须要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火箭弹干不掉何晨光。别闹了，连主战坦克都抵挡不了火箭弹，他能逃得掉？能。你凭什么那么说？因为我能，所以他也能。我明白了，想封平这儿，直升机就得水平机动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了他的射击目标。你未必能打掉他，但他一定会打掉你的。如果他打掉了直升机，到时候烤乳猪就是我们四个人。王彦斌说的对，我们必须得进去。哎，李雪儿，说话呀。他说的有道理。你不反驳？说的有道理，我反驳他干什么？哎呀，还行，太好了。看来我没必要再为你们俩因为打架而被开除的事担心了。哎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先用电台呼叫剩下的三个人，我们七个人一起进去。七个人一起进去？哎，那进去不是等于被他们挨个点名吗？
现在我们只有七个人，力量绝对不能分散，组成一个七人狙击小组，进入厂区搜索。他现在就在里边，绝对不会出来的。现在我们七个人，分组不分队，保持距离。无论他打掉哪一个，最终他还是会被暴露的。一旦暴露目标，我们就可以把他干掉。好，这个办法好。既然你们都同意这个办法，我也同意。啊，不过那这直升机怎么办？扔掉。不会吧，瞎搞！这刚过瘾就扔掉了。那你要是背着他进去，我没有意见。我反对，好几吨呢。蓝牙拐，蓝牙拐，这里是蓝三，我们在厂区外 A12点汇合，完毕。收到，十分钟内赶到，完毕。不着急了吧，冷静，说说，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非常严峻，红队的狙击手就是何成光，我非常了解他，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部队，我相信大家对他也是印象深刻。据我推断，他现在已经在厂区里，而且已经布置好了狙击阵地，就等着我们进去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七组的狙击手挂了，现在就剩下我们七个人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分开，应该集结在一起，立刻组成一个狙击分队。开始。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，因为我一直在研究它，研究了整整一年，整整一年。如果我们大家要是分开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去。如果我们不能活着出去，那就意味着整个任务的失败。整个任务的失败，你明白吗？我现在就不明白，什么时候解放军的规定改了？不是干部下命令，是列兵下命令。现在已经没有干部和列兵之分了，大家目标就一个，干掉红队。这里没有干部了是吧？要说军衔，我们两个是中尉，这还有一个少尉，我们三个都同意这个列兵的建议。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？既然这样，我自己去。我就不信，我干不掉他。小陈，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不要因为一些个别原因受到影响，别发心伤。就是。我明白，谢谢你们俩。各位，现在谁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？我没意见。叶斌，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我听你的。
红二再次请求射击，完毕。稍等，完毕。出来！来呀、啊，跟我真枪实弹的干！出来！红一，可以射击了吗？完毕。红二，红一同意射击，射击完毕后立即离开现有狙击阵地，转移，完毕。红二收到，完毕。出来！他送走，是，我就见不得这种软蛋。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你别吵了，安静会儿行吗？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一点灯光都没有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这连个星星都看不见，看不见星星，就没法辨认方向。算了，等天亮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在这儿等天亮？那还能怎么着？不是我的意思，说咱们怎么过夜啊？看样军事游戏办要增添野外生存训练了。这是那两个兵留下来的，看看里边都有什么。水壶，压缩饼干。睡袋，有吃有喝有睡袋，今天晚上我们能熬过去了。什么声音？是不是狼？没事，你别怕，狼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先到车上去，把东西带上。保重。吴昊，我去把他俩接回来。你急什么？你不是早知道了吗？别小看唐心怡，她可不是寻常女干部。唐心怡不会被吓破胆子的。他在机关待得太久了，啊，他需要这种新鲜刺激来激发他的本能。
你咋知道的？完毕。如果我知道，会在我熬不住的时候，那就是明天早晨。红衣，那你啥时候休息啊？完毕。我会休息的，你放心。完毕。谢谢红衣。祝你好梦，牛哥。完毕。我们什么时候进去？你什么时候最困？啊？对，就是你在战备值班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最困？天刚刚亮的时候最困。哦，我明白你意思。据我推断，何正光现在一定非常精神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就在外面。可是我就不相信他就是个超人，他也有不精神的时候。我们就趁他不精神的时候打进去，这时候胜算最大。就照这个意思办。行了，完毕。嗯，你今儿动了一天脑子了，睡会儿吧。首长，你今天也开了一天飞机了，累得够呛，要不然你先休息。哎呀，你们俩瞎搞，开始谦让了吗？哼，得，你们俩睡吧，我值班。疼的就你这句话，谢了啊。谢谢首长。嗯。红衣，红衣，有没有什么情况？完毕。现在还没有什么异常情况。红二，完毕。对不起，红衣，我昨天太困了，一直睡到现在。完毕。没事，红二，现在不是总结的时候，保持清醒，准备战斗。他们肯定会在这个时候来。完毕。收到。完毕。小姐，大小姐，起来了。天亮了，我们得走了。往哪儿走啊？都迷路了。不管了，先走再说吧。在释放烟雾弹，我没法捕捉目标。完毕。花儿，注意车上人数变化。
枪声。谁开的枪？很远，是狙击步枪。但好歹也找着人了呀。这回不会迷路了，跟着枪声一定会找到他们的。老吴，情况怎么样？完毕。蓝三，我现在已经被他发现。完毕。老吴，是否需要支援？完毕。先别进来，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他的位置。完毕。确定你的安全。完毕。我现在非常的安全，我在他的射击死角之内。不过我现在不能动，一动就会被他们发现。完毕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等待时机。现在里面的情况还不清楚，一旦弄清楚情况，再采取行动。完毕。好戏开场喽！哎，参谋长，你说谁会赢？拿双猫的人会赢。我知道，知道你看好何成光，但是那王彦兵啊，绝不是软蛋。你不信，赌一把。我不跟你赌，这违反规定。我就喜欢看着战士互相竞争。哎，这有竞争才有进步嘛。蓝三，怎么又接到命令就擅自闯进来了？完毕。不是我们开车进去的。完毕。